可以进场。现在进场的是橙色的平安银行队，平安银行更懂您的智能银行。现在进场的是黄色的卡拉宝队，卡拉宝唤醒你能量。卡拉宝能量饮料诞生于泰国，水牛头骨、红哥、太阳和星芒的图腾组合，象征着人们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与其他能量饮料不同，卡拉宝完全不含人工咖啡因，其天然的提神成分萃取于亚马逊河流域的神果瓜拉纳，抗疲劳保健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卡拉宝一直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并与切尔西球队战略合作，卡拉宝唤醒你能量。中国平安是中国少数能为客户同时提供保险、银行及投资等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企业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平安互联网用户规模约3.46亿。平安银行在全中国各地设有34家分行，在香港设有代表处。平安银行一直关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借助中国平安集团的资源优势，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2017 CPSL 世界顶球超级联赛赛事保险由平安银行提供，平安银行更懂您的智能银行。顶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在欧洲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球类运动，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目前欧洲有1800个俱乐部，平均每一个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的顶球运动爱好者同时开展活动。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目前顶球项目已正式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项目，预计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挺球是一项结合独木舟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每场比赛由2支队伍进行对抗，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另外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守候。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还以桨传接球及阻挡进球，更允许球员推敌方的身体使其翻船，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因此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救生衣，并遵守严格条例。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挺球运动发展的企业，公司秉承专业、专注、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集挺球赛事器材研发生产、挺球赛事开发、品牌赛事运作、挺球执教、挺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催生挺球运动全产业链发展。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立足中国，联动世界。2018 CPSL 世界挺球超级联赛全国规划17个分赛区，目前招商已全面开启，现诚意邀请各体育界及相关领域人士、全国品牌商、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各位企业家及体育爱好者一起挖掘新体育模式，共赏未来。优步 Uber 创立于美国硅谷，以提供极简出行为己任。 Uber 是最智慧的出行方式，轻轻一点，车辆即到，随时随地，想用即用。 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
这是一场半决赛，由平安银行对卡拉堡。橙色的平安银行队一号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卜宇轩，三号是来自德国的 Sanford， 四号队长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Jay Vargas， 七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sba， 八号是来自俄罗斯的 Vladimir Sandovro， 十号是来自英国的 David McBay， 十一号是来自英国的 Rose Montgomery，十二号是来自丹麦的 Andrea Iversen， 黄色的卡拉堡队二号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三号是来自巴西的 Caio Rosa， 七号队长是来自新西兰的 James Mitchell， 八号是来自英国的 Sivan McCashion，九号是来自意大利的 Yaniri， 十号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phen Brustin， 十一号是来自英国的 Surya Mekashon， 十二号是来自丹麦的 Mathieu Jensen。所以拿到了球，哦，平安银行，平安银行把这一个射门拦了下来，这个射门非常的出其不意。卡拉堡的角球，哦，好球！进球的是七号队长 James Mitchell， 他来自新西兰，他今年43岁，有23年的打顶球的经验哦。他曾经代表过新西兰参加8次的世界锦标赛，得到过3届的大洋洲冠军。他同时也是新西兰国家队的队长。平安银行队，平安银行的一个角球，哦，好球，这个角度很不容易，对对，而且还被守门挡了下来，但是没有挡着，这个力度很大，对，力度非常的大。进球的是平安银行的11号 Rose Montgomery，
他也是英国现役的国家队成员，曾经2012年曾经参加代表英国参加世锦赛，获得了 UA 一组的亚军。他是一名设计工程师。好，严杰瑞，卡拉堡队。卡拉堡队的射门出界，丁洋洋获得了这个底线球。现在带球的是马来西亚的阿斯巴。阿斯巴呢，他今年23岁，是现役的马来西亚国家队代表，参加过2014年的世锦赛，现在呢是一名大学生。远射，哦，非法用奖。8号的 Vinami 来自俄罗斯，他今年才24岁，是现役的俄罗斯国家队，曾经参加过2届的世界锦标赛。进攻 ，Matthias 的失误，杨洋又拿回到了这次进攻权。哦，这球没有传好，拉宝的卡尤拿回了球。3号的卡尤是来自巴西，他今年26岁，是巴西现役的国家队代表，现在呢他在法国的顶级俱乐部打球。 James， 哦，这个射门射进了，哇，这射门很有力度。对， James 射进了第二球，卡拉堡队再度领先，现在的比分是2-1，而且又是一次被江班打挡住的。对，又是一次被江门挡住了，可是球还是进去了，往里面。哦，好球，追平，追平了，进球的是平安银行的队长 Jay Buggers。 Jay Buggers 来自澳大利亚，今年三十岁，他是现役的澳大利亚国家队，他其实是在纽西兰开始打球，他代表纽西兰参加过1届的世界锦标赛，他的工作呢是在澳大利亚最大的电信公司 Telstra 的部门经理。拉宝队的 Matthew 的射门没有成功。2014年他代表丹麦在世界锦标赛里面的 UA 一组获得了亚军，他现在是丹麦奥尔堡大学3年级的学生，主修是运动科学，他同时也是丹麦 UA 一跟 UA 八国家队的教练。比昂银行的12号球员 Andrea 也同样来自丹麦，身高191公分，22岁，他曾经代表过丹麦参加2014年世界顶球锦标赛，在 UA 一组获得了亚军。 Andrea 的职业也是一名教师。被挡住了，
Rose 的射门被卡拉宝挡了下来，平安银行获得一个角球。卡拉宝队的中卫九号球员 Yan Yeri， 他是有两个国籍，他分别是德国跟意大利，他在德国出生，可是呢他现在是代表意大利打球。 他代表意大利参加过两届的世界锦标赛，去年2016年呢他的队伍获得了冠军，同时他在今年世界运动会里面呢为意大利队赢得了银牌。他也是一名大学生，Andrea 的射门就被挡了下来，他的触手的次数有一点太多了。 Mattia Ian Ian 的小角度射门，卡拉宝队再度领先，现在的比分是3-2，卡拉宝队领先。上半场还有两分钟，整个身体已经平躺下来了。平安银行的一个角球，平安银行要求的一个队伍暂停，现在的时间还剩下1分钟43秒。好，暂停结束，时间还剩下1分钟43秒，比分现在是卡拉宝3平安银行2，由卡拉宝领先。Andrea 的射门被守门员挡了下来，平安银行又获得一个角球。
采取的是比较保守的进攻方式，但要等到时间大概快要结束了才发动最后一轮的进攻，距离射门时间还剩下20秒。又一个角球，好，上半场比赛结束，接下来是中场休息时间。宁波玉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挺球运动发展的企业，公司秉承专业、专注、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及挺球赛事器材研发、生产、挺球赛事开发、品牌赛事运作、挺球执教、挺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催生挺球运动全产业链发展。宁波玉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立足中国，联动世界。2018 CPSL 挺球超级联赛全国规划17个分赛区，目前招商已全面开启，现诚意邀请各体育界及相关领域人士、全国品牌商、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各位企业家及体育爱好者一起挖掘新体育模式，共赏未来。卡拉宝唤醒你能量，上汽大通新享受新旅程，美国瑞克打造动感高品质生活，平安银行更懂您的智能银行，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 MaxPad 一心只做防水包，雅克长白甘泉矿泉水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嘉士伯啤酒丹麦皇室风味传承170年的记忆，只为一杯好啤酒，用心酿造美好未来。平安银行的3号球员 Sambo 是来自德国，他今年才19岁，曾经获得德国国家锦标赛冠军，现在呢他是杜伊斯堡艾森大学就读建筑工程系。而在他前面的8号球员 Vladimir Sandervos 是来自俄罗斯，他在莫斯科俱乐部打球，曾经参加过2014年2016年的世界锦标赛，他同时也是一名电脑专业员。
卡拉堡的十二号球员 Mathia 是来自丹麦，他参加过三次的世界锦标赛。2014年他在世界锦标赛 U21 组获得了亚军。平安银行的一号球员郭宇轩是来自新加坡，他今年27岁，是新加坡现役的国家队，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位置呢是守门员，那也是本赛会目前为止最佳守门员。好，比赛时间结束。休息时间结束，现在比赛就要开始了。开始。平安银行获得了这一次的球权。Mathia 的补射把球射进去了，现在的比分是4-2，由卡拉堡队领先。是8号，徐凡。这也是一个小角度的射门。现在的比分是5-2，由卡拉堡队领先。这一场比赛将决定。所以明天会晋级决赛。杨银行被挡下来了，七号的阿斯法的射门被拦了下来，这是一个角球，
保中。又一个角球，八号的卡拉宝队西范守门员的位置做得非常出色，他已经连续挡下了两球。这应该是平阳洋的第三次组织进攻。跑得快攻，哇哦，进球的是三号的卡拉宝球员阿佑。现在的比分已经慢慢被拉大了，这一次的快攻做得非常的迅速，反应很快。对对，阿佑的反应非常的快。现在的比分是6-2，由卡拉宝队领先。这一次的机会非常的关键，还是被挡下来。时间还剩下大概5分20秒。Andrea 很快的把球抢回来，平安阳采取了人盯人的战术。哦，一个漏人，比分再度被拉开。现在卡拉宝以7-2领先。好球，小角度的射门，平安阳反围城，现在是3-7，卡拉宝领先。平安阳还是采取人盯人战术，平安银行队今天的防守做得不是很好。哎，对哦，哇，刚刚说又是一个空缺，又是一个射门，
防守空缺的情况下，这应该是进了第三个球了吧？哎，对，进去了是九号燕，意大利国家队代表，冠军球员。哦，射中篮筐。杨洋，时间还剩下两分钟三十秒，又一个外攻。这个比分很难追了，已经。哎，是的，时间太少了。哦，砸中了篮筐。在空门的情况下砸中篮筐，这还是挺少见的，这应该是整个赛会里面的第二个这样子的球。上一次是由海维斯瑞克队的 Marco 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砸中了。哦， Andrea 的进球，4比8，时间还剩下两分钟零五秒。哦，又一个封了。哦，杨洋拿到了球。哦，没有，被卡又拿回去。哇，又是防守。我如果是平安银行，就现在叫个暂停吧。嗯。对，平安银行已经应该是已经用完了两次暂停。刚才可能Carabao队的马蒂尔在水下面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可是裁判没有看到。这是一个角球，应该是被防守球员碰到了。时间还剩下33秒，卡拉宝已经确定了他会晋级明天的决赛。时间还剩下20秒。
队长 J 的射门被挡下来，又一次快攻。好，时间到了，本场比赛结束，卡拉堡队以10-4的比分胜出。明天的决赛将会由艾维斯瑞克队对垒卡拉堡队，而第三、第四名呢，将会由平安银行对垒上汽大通。感谢大家收看本次比赛，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冠军赛和排名赛。我们明天的排名赛，第三名、第四名的排名赛是2点开始，冠军赛是在3点开始。As we march along to a different beat.